欢迎各位观众收睇今晚嘅比赛。咁而家咧赛事就喺赛前准备阶段啦。天气报告就话咗噶啦，可能会落雨嘅。不过球迷嘅热情点会咧就俾天气影响到啊？见到球场嘅爆晒棚啊，座无虚席，睇嚟到比赛嘅时候咧，气氛都会一样咁热闹啊！喺咁样嘅球场比赛，气氛啊唔同晒噶。比赛已经开始咗啦。防守球员有机会解围啦。哇，佢都跑咗好远下啦。提高压力就俾咗，不过个波就飞走咗。埋门入波啦，入波啦，入波啦！都可以话入紧噶啦，系嘛？嗱，呢个波咧可以话系个个都有功劳嘅，即系唔系个个射门咧都要好大力噶，或者单刀过晒个防线先至得噶。好似呢啲传波传得靓，咪一样可以入到波。加马德里打开纪录啦！你听下啲球迷对呢球波嘅反应。哦，我听到啦，佢哋话想要多球啊！波传向左翼，马高阿申斯奥大脚解围，亨利整脚直线，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我谂佢拖得太慢啦，搞到对手都压晒埋嚟。如果佢早翻少少俾队友咧，就有机会。马高阿申斯奥向右翼传出。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亨利起到脚啦，入波！睇落咁容易嘅，对方连凳尾都望唔到啊！我啊中意佢够冷静啊，停一停先再射。球正吹鸡，上半场够钟啦。你认为上半场的情况点咧？今日呢场波对佢哋嚟讲好似好易踢咁，会唔会真系咁容易就可以赢波啦？皇家马德里半场领先2-0，两队开始下半场嘅赛事啦。吊高个波。球证判罚球啊！睇嚟都已经系最后警告噶啦，仲未俾牌嘅。撞低咗佢啦，叫做暂时解除威胁啦。呢一下够晒睇头啊！呢个尝试都唔错，不过实在太多人。
传去边线度，揼脚地波入嚟，亨利呢一下就话想试下传上去。嗱，个波啊俾得麻麻地啊，但系其实咧个做法咧个心呢下睇嚟似犯规，系啦，冇错啦，球证吹鸡啦，球证就掹张黄牌出嚟。嗱，呢个犯规咧，其实真系睇落都冇乜必要，可能佢会觉得球证好严咯，但根本上你就唔应该犯规。有些球员看落就不多高兴，场面的火药味都几浓啊。起脚差了一点，起到脚射门都是好事来的，不过这些射波就一点都不好。呢球波过唔到啦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试下呃埋去啦，高癫一脚解围，个传球，个波而家喺，彭比有冇入啊？临门一脚送大礼俾对方都有嘅。射门啊！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，胜负已分啊！反擊咪就應該咁咯，越簡單越好，斬下壓搞掂。皇家马德里完全是高对手几班啊，按住对手来踢。Keyman， 波啊看完了，整场波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的吗？看看这两队波实力上的差距，这场波一开始就不可以说是一场公平的比赛，所以这个赛果一点都不意外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真的很多谢 Keyman 这么专业的讲解啊。好高兴我可以跟你合作啊。
欢迎大家收睇今晚嘅直播。今日嘅天气咧，全日都唔太稳定啊，一时啊多云啦，一时啊落雨添。跟住落嚟嗰两个钟头会点咧？真系要问个天啦。不过 fans 咧就似乎完全唔会介意个天气系点嘅，两边嘅球迷依然系好捧场啊！无论系规模定还是历史，这个球场都有晒。开波，华拉杜列对住皇家马德里喺右路突破到啦，而家会点呢？ hold 住咁耐，但系完全冇结果嘅。罗拔利云杜夫斯基，好波！罗拔利云杜夫斯基攞到佢射啦，大脚解围。哇！好彩有人护住个空门咋。出茅招被人捉到啦，罚球啊！叫做暂时解除威胁啦。呢个直线靓啊！个波而家费高单人匹马就对住个守门员。嗱，无论系入定唔入啊，我谂球迷咧都好中意睇到球员咁样去突破个防线嘅。传翻俾龙门。直接長傳，馬高阿新斯奧又將個波踢翻埋去，羅拔利雲杜夫斯基入咗波，打破僵局嘅一球啊！佢呢一球啊，勝在反應快啊！你唔好理，雖然話叫執雞啊，但係佢都係入波啊，龍門都有好大責任嘅。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话场边未入场嗰啲球员咧，就好似冇咩反应啫。不过断估佢哋都应该几 happy 嘅。解围做得唔错，华拉杜列又立翻个波啦，向前传出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脚踢走呢个波，球证明踢结束上半场，两队只系相差一球啫。其实领先嘅都未算稳阵啦，落后嘅都唔系冇得追噶。我谂佢哋都应该咧几满意上半场嘅表现同埋个比数嘅，睇下可唔可以维持住嘅气势去到完场啦。皇家马德里在这一场踢得咁激烈的比赛当中咧，几好啊！半场领先1-0啊！比赛的尾45分钟开始啦，皇家马德里在下半场开始嗰阵就领先嘅一球嘅，费高试下接应啦，同龙门单对买门，呢球入啦，领先两球，几难俾人追到啦。因为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赢到佢噶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！嗱，嚟到龙门口啲埋门咧，就应该系咁噶啦，最紧要冷静，跟住咪搞掂。皇家马德里领先两球，可以松啖气啦。而家就好机会可以乘胜追击啦。嗱，防守球员有机会解围啦，个波飞咗出嚟，边个会追到先？费高，费高整脚直线，利云杜夫斯基为脚起脚，揾紧传波嘅机会。下次俾波嗰个距离咧，就要把握得再好啲。身形占优啊！
个波而家喺费高度出界界外球啊！试下压埋去啦，好准嘅传球啊！咦，控得几靓喎！直接咪铲埋去，呜，铲得干净利落啊！出咗界啊！讲得好，向右翼传出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有机会射啊！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，哇！呢球波你觉得点啊？呢个波系射得靓嘅，不过咧都要赞下比波佢嘅队友啊！已经系梅开二度啦，当然想入多几球添啦。时间到咯，球证明顶，皇家马德里赢得非常之。